啥鬼？有人说可以当跳绳，所以 Popo 是这样，然后 Popo 认为是你是这样，好，好，然后 KI 认为你是 KI 认为你是这样，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问，我们现在问你本人了，没有，你要先停，我们先问你本人，好，那一样，我守在这边，好，请问你要往上，我们现在在全民孤鸟王哈，你要往上往下。欸，兄弟，我也不知道你那支麦克风啊，不，你那支麦克笔到底多长？就你看我的脸啊。但是以我自己去量，我从上面量，这边到这边，差不多15左右。哦，你诚实，我很讨厌人家说我有30公分。对，我真的是15左右，蛮正常，蛮中规中矩。好，所以你等于是AKA 木栅正常鸟王，那可以。正常鸟王，好不好？对，就15 whatever。好，那哦还有两分钟，那我们就问 Popo Z，Popo Z， 如果你今天在路上，然后你看到一个醉汉，然后那个醉汉是 KI， 好，但你不认识他，对，你就看到 KI。对，然后你准备说：“先生，你干嘛？”然后他 KI 裸上半身，可是 KI 下面有30公分，你会稍微停顿5秒钟吗？肯定会，绝对会。对，你好诚实哦，我好喜欢哦。不是这个要通知消防队吧？这个蟒蛇出没。大一球，所以那个就不是你们管辖范围之内了。干你这个蟒蛇出来的，你这个有点屌，消防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你可以放在歌词的 punchline。天哪，对，屌哎 ，punchline。要，我知道你是小屌哥，发现你是大屌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找啤酒来收服你这个屌哥。有点屌哎，靠背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所以嘞，干，哎、欸欸，所以小胖多少？我差不多也是正常13-14左右而已吧，我也没有特别屌，就差不多就跟这支笔一样啊。所以你没有15，我不知道这个大概就降包多少、欸。好，因为我不是一个会拿尺去量自己的那个东西嘛。好啦，干你啊，直白，妈的，干这种事情。我以为你会量就会做了，因为你是一个又会喜欢极致裸奔的男人，对，是，对，好，那我就怎么要打119，真是蛮好笑的。所以你没有到15吗？我不知道我大概多少，你问我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不是你大概这样，你要不要尺？我这边没尺啊，就一个麦克笔差不多啊。麦克笔，嗯，你有没有尺没？我没尺啊，谁到底谁手上随便会有一个尺的、啊？我随时手上就有一根尺，让我知道自己是几两重这样子。好，那你抓出你的15公分大概是在上面大概多长？因为我没看，因为你有尺，这一根就是差不多15啊。我看一下、哦，1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这个是12，哦，这个是12，那差不多啦。可是我觉得差不多哎、欸，就是以它全部，我觉得差不多。你说完全底啊、哦？对对对，然后就是从上面到下面这样。可是我觉得重点是粗啦。好，那 Popo， 我们今天讲一个，我觉得男生有时候真的是会，就是你们在国高中的时候，就是例如说我们就是会去什么洗温泉干嘛。国高中是不是崇拜一些鸟王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例如说，哇，就是蟒蛇，就是那种大蛇丸那种感觉。嗯，好，如果你今天，然后就问在场三位，好，今天你就看到就是青蛙在那边嘴啾，说，哎、欸，怎么样？我就是屌啊，我就是160万的点阅率啊，你们看不起他，就哇，这个人就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开始在那边啾，什么160万币，又是拿外面那种，就是那种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那种 YouTube 的 free 币，你懂吗？
请问你们会 respect 他吗？那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们讲别人没关系，不要讲青蛙，就是他不是可以。怎么了？太未成年了，不要讲未成年的人。哦，不要讲未成年的人。哦，好啦，也是啊，反正可是青蛙还好啊，青蛙也才16岁而已，不是吗？我们只是不希望他就是那么快就变这样啊，不希望啊，希望他继续成长啊。好啦，我的问题差不多啦，差不多了。欸，所以 KI 嘞 ，KI 几公分？只是你说是我吗？对啊。哦，你的尺可不可以借我一下？我家里没有尺。你的尺借我一下。对，就是我这边没有细迹。但应该感觉是，肯定是跟阿夫是没得比的。哦，好啦，我觉得我们今天 respect 阿夫啦，阿夫喝多了。对 ，respect 阿夫，好不好？差不多啦。白痴干妈，我 LOT 有7个好友邀请，哎，很多了。不是不是，各位，我帮大家澄清一下，他有那么不红吗？他的 ID 不是叫本名三个字哦，是叫林胜夫，不是叫本名哦。各位，哦、要再查叫本名。他们知道了，他们知道了。对，我的本名是三个字哦。Hello， 林胜夫。啊，林胜夫啦，有 bug 了，有 bug 了。但你们知道我的 ID 叫什么吗？啊，不知道 ID， 不知道煞气的 KI 吗？你会被告，我跟你讲。那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讲好了。没有，我要改 ID 啊。你的 ID 要谢长廷的小账吗？不是，我的 ID 原本叫母亲侵犯者。哦，那也还好啊。我之前有改一个。对的 ，motherfucker。我之前有改一个。我之前有改一个 ID 啊，我之前 ID 要叫消亡骑士1.0啊，也没被告啊。啊，你要坏哟！对啊，你要坏哟！哎、欸，那个什么，小胖，差不多了啦，哎、欸，差不多啦。对，小胖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你可以把 LOL 载回来，然后我们偶尔可以打个一场，因为我最近也没有打很多。好啦，我觉得你最近多做音乐啦，好不好？我会多做音乐、嗯，但是我还是要哎、欸，佩玉怎么样？差不多啦。OP 佩玉想上来，好吧，那我们就让他上来吧。哎、欸，那我让他上去之前，我先下好不好？我可以宣传东西吗？对，你先下。来来来，好啊，这个是我的频道。我们之后再约，好不好？这 YT AK 黑心经济，明天礼拜六会上 Popo J 跟爸爸男、嗯，下个礼拜会上 T One 跟阿夫的，去 YT 找这个就可以订阅了，谢谢。下个礼拜吗？对啊，你跟 T One 下个礼拜啊。OK。好不好 ？OK 了，好吧，你就找下一位了，好不好 ？KI， 拜拜，好没，好没，好，小胖晚安，拜拜，拜，晚安，拜。敢洗澡也可以看直播，这个人手机是防水的，哇哦，太夸张了，好不好？手机防水还是不能拿去洗澡吧？可以啊，好了。我现在 LOL 的号邀请有11个，有点不够。其实我觉得吧，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你的粉丝群感觉就不像是会打 LOL 的，是吗？但是我本来想说可以有3几个，干好气哦！我原来那么不红吗？不是不红，就是你的群组不对啊！你们小心一点，干！我总有一天会让我的 LOL 有30几个，操，超不爽！重点来了，你可以看到30几个，就代表你那30几个的一个都没接受哎、欸，就代表你就是想看他们加你，但是你又不想加。没有，现在有12个，现在有十二个，好猛哦！对，波波在打游戏吗？啊我没有、欸、我现在都没有。好啦，今天该让他们上了，其实都上了。韩寒还在吗？韩寒还在的话，我可以让他再上来一次，因为我差不多关多了。但我没有看到他的邀请。那我先放一些我喜欢的音乐。
我可以给大家歌名。We made it, it's really weird, yeah, take me back. I also love to tell you, everyone at this party is a vampire.阿富，我差不多，超累。哎，你再撑一下。怎样？你要找谁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。哎，你是这种印象的吗？我现在看不到。你看不到什么？没有，我看不到有谁有邀请的。哦，这个只能你自己。明天才被熊班，没错，明天才被熊班。对啊，明天要上班，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啊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到了最后，对，我们应该是下礼拜四，是，我们应该会是下礼拜四在直播，然后这个礼拜之后应该都不会。Yup。对，我希望是这样啊，我希望是下礼拜四，就是每一个礼拜一次，然后是礼拜四，就是明天是大家最后一天上班，以正常来讲，明天是大家最后一天上班，然后我们这一天给大家一点鼓励，让大家撑过最后一天，然后但是我们现在有点播了，有点太晚了，就是明天如果要上班的人，他们应该是会睡觉的时间这样。对 ，Yep。啊。So， 我再看一下哦。对，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应该要撤了。好不好？我的好友邀请有17个，我可以接受了，我可以接受。哎、欸，我也有3个耶，好爽啊！各位晚安，三个，各位晚安，17个可以接受。谢谢 Popo。那我们就45分再结束吧。Okay，我觉得45分好了，现在40分，对，你们还剩5分钟，好，然后对我就睡。什么宣传？新姐姐吗？对，其实我最喜欢这种，不用干什么，我不用干一些他们会喜欢的事情，我蛮喜欢的。This really real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今这个礼拜，然后下一个礼拜应该是礼拜四，下个礼拜四，4号应该是9月4号。